Hello，今天吃的保家麻薯面包。这个麻薯面包一共三个口味，这个是淡奶油味，这个是提拉米苏的，然后这个粉色的是桃子味的。它里面是，你就都是单独包装的，里面有个小盒子，就拆开以后里面有个小盒子，小盒子里面有就是单独包装，每个袋子里面一个，它一箱是15个。而且它都是现做现发的。拜拜。